他的乐趣就在这边，你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。这一只很漂亮，把它卖照了，很帅。所以我们动物园里面这些三种毒蛇，对你们这边贵格花出现几率也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很多，哎。过来了。啊，还好，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它晚上出来，白天都躲起来，要不然就。应该会有点危险。不过还是要立牌子。我看站在公家的单位哈，你不立个牌子，哪个人又闯进去被咬了，到时候又怪你。如果我们告诉人家有这个，哎，你怎么没有告诉？没有设警就告牌要补。这个其实讲的也对啊，这个有啊，这边警告牌不是很多吗？也没什么人当真哦。跟人家约的这些哦，不听话的，他管你那么多，冒险家都是文盲。我们有一种就是行政的无奈。对啊，文盲理盲一堆。你看现在这两天不是这两天的新闻不是那个金针山吗？嗯，就叫你不要进去。对，踩得一塌糊涂。明明在前面就有个立牌，叫你不要进去。反而有立牌的地方进去的最多，他就知道说这里一定是好地方啊，反而告知说这里是圣灵最佳的位置，然后更要进去这样。看得到，看得到，他头在那。这也是两。这只大概差不到一公尺。这只没有很大。比我们一般看的，他今天晚上还没有吃晚餐。在垦丁那边的龟壳花都好肥哦。对呀、啊，上次在釜山看这也是好大，然后在那边固卵。是啊。然后我们在那边走哈，也是两难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要去报消防队？别等到我们走出来以后已经被抓走了。哦哦。因为一定有人去告诉消防队。其实你那个是在山区。不是，因为他就在坡步道的坡坎，他在那个洞里面，知道吗？他大蛇是趴在外面，他里面有四颗卵，那所以就把它拍下来。所以你讲说是，我是认为，他那个是在离人群不是很，因为他就在步道旁啦，主要是人走的步道旁。OK 的。如果说在我们一般住家旁边，可能报个消防队的话。可是我们看生态的，我们就觉得说你不要去惊扰到他，你不要故意去抓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拿他的蛋，应该都 OK 的。可是民众看到就吓得半死、啊。不会理解，就像现在消防队把他带去报警。对啊，等到我们出来回来，那消防队干什么？就像现在很多步道晚上路灯开得特亮的一样，晚上基本上没人去的步道也是灯也是开得很亮。其实是两难。越看越多了。明明就是人抢人家的，对啊，被抢人家的那个栖地。栖地对，是我们去骚扰到人家。白天已经够吵了，晚上还要去吵他们，这样。哇塞！哎，这只啊，这只是不是会被他？对啊，好，那我再等久一点。还两只哦，两只哦。两只。哎，两只，两只蟾蜍在那边。哦。已经跟你假蟾蜍啊。所以它是有机会吃东西的。那现在下午刚好。这边看不到。蟾蜍的旁边。好、啊。哦。你在录影吗？嗯。他在录影。看不到他了。还是刚才这边只能看到屁股。对啊，他们这样打的。看到一半而已。我今天蛇已经看了好几种了，不错。四种。茶斑、红斑、青竹丝。现在其实有时候出来你要找蛇还不容易。对啊，原来这儿这么多。